但是嘛是要注意啦。哦，爱伊啰。对啊，其实我已经减少很多外出了。不然我以前都骑脚踏车啊什么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都是同学聚在一起。这些都同学的。啊，我身边归客吗？没有了，我的同学宿。不用。台北是金金的，换成换泰国同济会有帮你处理。101广场会有一个管理办的。哎，违定嘛，贴了。现在跟101在谈嘛，就是意见表达区，那个划区嘛，那个抗议的就可以抗议嘛。啊，我把它当作一种民主说穿。总是讲究做事方法，就连过去的台北市长为什么要用掉几百万特支费这件事，柯文哲也百思不得其解。那个特支费。两万多块，其中10000块是帮黄镇建的，其他我说不是啊，我说为什么要吃饭？要讲到来市政府，对啊，办公室啊都开始供啊，什么那些不管，那个在民众那全部都不要吃饭。边吃饭，来高兴些嘛。边吃便当上业务，我连便当，直接我等不起了，我连50块都把它省掉。我2点来讲的是，我讲7点来吃便当。对啊，我下暗就开始便当，但7点不能开始摆，大家来。我公开流出来，那个字数一年200-300万就送去，名字起得好啊。我上个月花20000特别需要支出的。为什么要10万？奇怪，坏习惯，不是、啊？谈事情为什么要加10万？那谈事情的10万呢？全部加到市政府来，很开心呀、啊。我聊时间。其实一提到钱，柯文哲真的是标准的省长，才就任百日，已经帮市库省下6亿元，而且该还的钱他也不会逃避。台北是欠你的健保费足久啊，你这是那个用吗？对啊，我就给他，我就过职嘛，还掉，过去还掉，那。哎，以前那也不还掉。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有时候抱怨就是说，如果那个欠跑的钱，他都已经告到什么连市县都完了，还不付钱，太奇怪了。我觉得，虽然我有时候对华丽还蛮感冒，但是我觉得华丽还是更严重。如果你法院判输的话，他市县也输了，他钱还不给人家，这奇怪的。所以我倒觉得，有时候不明抱怨蛮久，很奇怪。你哪里是一个手环？我都觉得欠债还钱，该还的就还。我态度是这样，大家只把就是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然后欠你的还你，哦，那你欠我的大家讲清楚。嗯，对，我做的原则是这样，尽量让台湾的司法重新建立一个尊严，这是我的想法。那唔该欠就还呢？该还就还了，这没什么。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你不要第一任想第二任，第二任想总统。我发现就是这样才做不好，真的。我后来去问起来，就是最大的敌人在这里，因为他整个施政失去了一种长远性。阿哥姐，你在想你第一任想第二任，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敢做。你原来观众你就不敢做了，很多事情嘛。可是你要想说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我们可以。你就不怕得罪人？你上面告他，刚好多点上面官说，告人告。因为没有人敢来跟我官说啊，了不起带我去找副市长，也没有人敢来跟我讲。啊，有人讲你安尼拢咧对抗财团，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啦，我那时候对抗财团，那我就是财团就是这样，该交出来交出来，就看你主不要交出来。但是我们还是会跟财团，我也没有说他是对抗，他是说我们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。那大巨蛋拆掉啊？那个后来就等四月份的报告出来再讲。我大巨蛋坦白讲，我真的很头痛，不晓得为什么。那个实在不是，啊，你都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这什么收场？真的，我就抱怨说，啊，那个不会跟那个招标的时候，那个你说招标以后可以预约，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没有谁议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啊，你看这样的话，人家一开始，你如果可以议成这个样子，那为什么只有一家来标？啊，其他都来标了。然后他不敢行啊，一样的烟，不烟，是非对错有一定的标准，他的心态就是。啊，那个卡掉。对啊，这个你们卡掉，我讲这他就得大问题嘛。就所以说他是，他都搞成这个样子了，现在怎么收场呢？真的，因为我也是很头痛的，这个大鸡蛋是我最头痛的敌人。这起丢看这医生穷多还差百几下。晚上起床的次数比较少。晚上起床的我以前当外科，妈常常晚上被叫起来。我现在至少现在很少晚上被叫起来。哦，所以你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对啊，以前当外科医生，值班啊，常常被叫啊。而且哦，那些叫你又不能不起来，那个血压掉到70，好，还是要去看。哦，所以你不会失眠吗？很少。
就好困了，对吧？对，那不是就好困，那是要是没有时间睡觉，那你说躺下去就昏过去了，我又不是睡着就昏过去了。啊，你差不多几点困啊？那最近我等于每次都来早睡，我现在有时候还是搞到快一点，要改进，啊，为什么搞到快一点？你回到家里都已经10点10点，你的蛋都放完了，还要再看看公文呢、哦？柯文哲醒得很累，这个哈欠打得超大的，进和前毫不避讳形象问题。在南台湾参访，所到之处他都像是可爱动物一般的受到热情的包围，几乎包到密不透风。度假哈，低头高位哈，人山人海，惊死人。啊，有的人讲，我喜欢你办事，可不可以当选总统啊？要把事情做好就好了，想再做算了。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，其实台北市是要做好，但是万一就是总会追赶着台湾扩散，所以还是真的把台北市政做好就好。所以说，我刚才其实你刚才讲要做什么，每天可以做的都做完。现场民众要求合照或签名，他也总是来者不拒，而且粉丝的年龄层拉得很大。董事长，你叫两个小朋友，两个小朋友。你知道市长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是哪里来的？小时候蹦出来的，从哪里蹦出来的？跑出来的。大家都想有报科批，他上任百日的施政满意度超过75%，可见他的超高人气。尤其立委候选人也千方百计想获得他的拉台与背书，但柯文哲当初就是标榜不蓝不绿的白色力量，强调维持政党中立，所以他也为自己立下规则。就坐进人家合适的躺椅上。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。台大欢迎老师呢。欢迎老师。白色力量写到我两次呢。台大外国，我叫做台大外国。看他说他当助理教授。对，也是刚刚过来，所以了解，打不起地。你说他请假不在？他这个在这里也没关系的。他做事是认真，他很会想。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，交办的事真的都帮你做到。他。有时候我礼拜五叫他教，他礼拜三就要不错，但是他写的字密密麻麻，他好但是运动高快，但是每个字又很清楚，这一点就是很厉害。你打字都看我，啊你别使个连拜，连拜是都看我，来才叫拜，那你是拜的话，拜的话，这是厉害啊！是用一支用看我吧，看我，就是改下一个。挣扎，想讲改变，你打也唔打，对啊，那就败的安尼啊。对啊，你啊看白白放电灯也是嘛，较歹啊。不过我刚刚伊都就有这个原汁原味啊，嗯，还有这个草根性啊，还有本土味啊，伊啊我的伊个电脑足厉害啊。电脑，我都手工变啊烂啦，是啊，那脑筋真好。有时候公文来我看无，你知无？看无啊，过来签。就面临难题，我就叫那个人来。他那个人如果骗，叫了一个方法，叫就叫一个方法。现在都是那个公文镜头，就是说，我就只给他限时间，几点到要公文嘛？那一般都是公文嘛，那就走。那你再自己看，现在不是当场就是没有，我都没有 overnight 的，都没有过夜。这个真的只有最近一个比较麻烦的在试着试稿在过夜。但是飞机掉下去，那个整个台北市的救灾系统要重整，那个就要想很久。短暂的在老师家停留，这算是休息，但他还
还是到处看看，学习医学如何与艺术结合。到了北港西上的花灯展，他看得更仔细了。你这最初在广西啊？我最近在马来西亚。这个都没关系啊。北港西畔的花灯闪烁着各式各样的精彩，夜幕渐渐低垂。柯文哲上了巴士，把手机拿起来，现场又成了他的行动办公室。336还没看。336。我今天早上，可是我今天早上在车上已经清过一遍了，所以等于我们一天有时候我自己要读过500条的新闻，那500条的讯息要处理。你现在是上班，我觉得辛苦了。没有啊，只是我们只是时间不够，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事。其实我倒没有啦，公务员是这样，你跟他讲，他就会做。我倒觉得应该这样讲啊，从台北市政府的员工来讲，他们第一次开始提升他们荣誉感，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做事情了，可以度上心。劳动局局长说他做劳动检查。那他们就要开记者会，其实我看他记者会，心里面就在圈圈叉叉。我说你怎么第一个就查媒体，这不是给老板找麻烦吗？可是如果劳动局长要做，我的态度是这样，也许我心里面说哇，你来给他添麻烦啊。可是他如果这样做，我还是乖乖坐在那里，还是替他背书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一年就 support 他去做嘛。如果你要跟他那个，他以后就不做事。对，所以很多人现在觉得也出来参选是采用你这个方式没？对啊，但是我觉得。觉得有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啊，不见得说可以完全从我。不过有一点，不要说看柯文哲成功，可是你要看他过程当中他的努力还是蛮，那个是每天工作那种拼的精神，有时候不见得你们有办法做到的。这个有时候，所以也我告诉大家，我还是相当认真的。还是相当认真的。所以这个我们是这个很拼的，我们是很拼的。这个，所以你不要。所以比较羡慕别人成功，跟人现象最大影响就三个字 ，just do it。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怎么讲？说台湾历史上，就说因为这实在太传奇的一件故事，就是说，我每次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我2月16号，去年2月16号晚上，我还只大一半，然后2月17号早上8点，我脱下白袍挂在墙上。